认真减肥第87天，今天我们换一家快餐店，这家看着不错，生意挺好的。鱼头。牛舌。排骨玉米。青菜。豆角。西葫芦。一共多少钱？24，好的。开始自律。没吃饱。刚好今天朋友们在这里吃晚饭，我出来蹭上一次。这边吃上一次。来这个大螃蟹去了。再整一碗蒸吧。就是自律的一点。